首座社会住宅开放赏屋，一早就有不少人来排队，大家人手一张号码牌等着看房，好期待。交通啊，然后还有像是因为是新建案，那其实我对此很感到兴趣。附近也有学校跟医院，地点也蛮好的。设在地点就位在苓雅区的凯旋一路上，市中心交通便利成了一大优势，不少人抢着来看房。舒适的客厅还有小阳台，光线充足，旁边还能摆四人用餐桌。想入住，只要涉及高雄市年满18岁，家户成员没有自有住宅，以及平均每人每月所得低于最低生活费3.5倍，就可以申请抽签。我比想象中的预期好很多，迫不及待过来，希望可以吸引总钱。这座社宅一共有245户，房型分为单人、双人以及三人家庭房，坪数从9坪到33坪不等，租金从3900元到18600元不等，不少民众看了房子后都觉得很满意。市府预估申请人数会超过总户数。对一般户来讲，我们大概抓市场行情的大概差不多8折。那另外呢，对关怀户来说，我们是抓差不多市场行情的6折。市府表示，2月1号到5号开放赏屋，到现场领号码牌就能看房。有意愿承租的民众，可以在2月7号到3月1号提出申请，市府会在2个月内进行资格审核，再择期公开抽签。想申请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。华视新闻宋文君、邱显雄高雄报道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